保养的话，那倒还好。你的？我都按期保养啊。你按期保养？对啊。那个后面那个有运动，那个后面那个，后面的那个。不是啊，后面是人家住宅啊。不是后，不是就盖这个，就旁边啊，就盖后面那个有一个这样子运动啊，从哪边？哪边？现在是带你去运动场。啊？彰化的运动场。在哪里？也是在八卦山上。八卦窝是在。他跟大佛是两边，大佛在这边，他在另外路，那在另外山路的另外一边十几公里。是吗？不是过年了，我要去哪边呢？早上。过年要去哪边？对呀、啊，要录音。还要照顾妈妈。妈妈还没起来呀、啊，妈妈还没起来就讲我先回去了，过年都小。阿妈都几点起床？四点叫她都起来呀、啊，没有叫她没有起来呀、啊。你是点多就要起床了、太早了吧？早上四点。给他睡到七点再叫起床。啊，七点他太早啊！四点啊，九点四点呐、啊。你都叫他九点四点叫他起床。对、啊。九点十点。那么早干什么？阿妈有没有说什么？Ini nenekku guys, besok kalau itu bisa buat rekomendasi bahwa saya pernah di Changhua, cek sama Kongyan. Cek ya, Changhua yang di Kongyan ba. Cek. Cek kan di Kongyan. Kong Kongyan ma. Ini kan Kongyan ba. Aku tak tahu, dia jadi apa nama. Ni kan na bian na.啊、你去看那边什么名字？嘿，我要买羊肉，那个要买料理，给吃。吃鸡。对，喂，那我妈姑，三十多岁了，不到五十。Tua wi na Indonesia wa ketu tua. Senja mei o tayang le.妈，现在没有太阳，现在没有太阳了，啊？好看丢啊！现在没有太阳了。会干巴里哇，哇嘿。Ada penyu laut iki. Bintang laut. Iwa.
那那没有没有。清水公园。哈？妹妹，妹妹，到处拐小。妹妹，你几岁？啊？你几岁？我两岁。啊？两岁啊？哎，两岁啊。妹妹。你要读书吗？读幼稚园吗？快要了。啊的。妈妈，老妹妹，不，你变老了，你已经是以前是小妹妹，你个平头，这个像一个小男生。我第一次见到你，从楼上走下来看到你，第一天到我家，你就是阿嬷的床上有没有？嗯。看到你，长一个平头的小男孩坐在那里。嗯，我白讲。你平头。我白讲。因为你平头。你男朋友背叛你，你平头。拜拜。请老板来给我们弄消息。